次你别猜。志志，我回来了，我先去洗澡。好。哎，嘟嘟工作一天好辛苦啊，是该洗洗澡放松一下了。嗯，他为什么一回家就洗澡？是想消灭什么证据吗？还是没脸见我？而且洗澡为什么要带手机进去？有什么不想让我看到的吗？肯定是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。好的，来，你们。飞蛾扑食吧！飞蛾扑食吧！你怎么了？没事。哪不舒服吗？没有。你昨晚睡好吗？你管我，管你屁事。你吃饭没？滚。你不是来看病的吗？你不告诉我怎么给你看病啊？你指定是有啥毛病，你披头散发，人找人看过没有你？没人搭理你。我是孙一涵，一个喜欢接顺风车的 CEO。戴小姐是吗？等一下停车。外面搂着那个女生的好像是我男朋友。别搞错了，你打个电话去看看。我要问问他那个女的到底是谁。哎，你就这样子去。去好好问问他。表态两只船分手。了吧，太好了、我刚才不小心把他撞到了，他脚好像扭到了，你赶紧扶他回去吧。你化妆了？现在打人都要仪式感了吗？打人都要仪式感了。